生辰？这，以往三郎的生辰都是怎么过的？绝品迷情药，只要轻轻几滴，保管中毒者立即天雷勾地火，为下药者神魂颠倒，而且不伤身体。这里面又是什么？这是得子丸。三郎，问你一事。何事？你有没有觉得哪里缺了点什么之类的？缺？哥哥是指什么？你缺什么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说你。我？随便问问。哥哥觉得我会缺什么吗？那倒也是。不过，哥哥问我这个做什么？哥哥这是做什么？这般热烈你。